Eater Nights 是一款由独立游戏团队 Studio Side 所开发的日式约会动作游戏。故事讲述人类因为不明原因变成可怕的怪物，主角要利用失去手臂获得的力量，和同伴一起拯救世界。游戏流程以日历一天一天的形式进行，在攻略迷宫的最后期限之前，可以自由决定每一天的行动项目。其中跟香香女主角们的约会就是本作的重点要素，不仅可以增进感情，解锁精美 CG 图，还能够获得新技能，提供更多样化的攻击方式，增加战斗的变化性。影片中可以看到主角的动作流畅，特效华丽，更有其他说明角色可以使用。 Eater Nights 预计2023年初在 PS4 和 PS5 上推出，来体验一下边战斗还要边谈恋爱的忙碌生活吧。